汁、奶昔、沙冰等不启动加热功能，采用低温破壁，瞬间击碎细胞壁，保住果汁的植物生化素。果汁的植物生化素不耐高温，所以需要低温破壁。豆浆、米糊旋转至加热蛋态分解成小分子的游离型，破壁后无渣，细腻香醇，营养吸收率高达95%以上。多种养生饮品，多功能养生破壁机，在家轻松做。香蕉奶昔，香蕉加牛奶。营养果蔬汁，雪梨、火龙果、苹果、芹菜，营养豆浆，红枣、黄豆、核桃。每天早晨来一杯滋补豆浆，健脑益智，补血益气。瘦肉排骨完全打烂，瞬间做好富含营养的保健品，自己想喝什么就做什么，父母孩子都会用。